我觉得写歌词并不是说提出问题，而是说我们在这场武汉人民在这场灾难期间的话，为全国人民甚至是全球人民，然后做出了宝贵的牺牲。我们只是抒发一下我们简单的感情。我觉得这首歌，最值得被记住的一点就是它，面对灾难的时候是一个善意的姿态去面对整个人类，不管是武汉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地球人，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善意的。这个是一个正义两个字，然后这个是正义之眼永远原地，写在旁边的那个标识。啊，高度旁边。